准了，该是这个真爱转。完了，白铁低了一个了。一。哎呀，你烫伤了。哎，你马上把球往贴来吧。哎呀，不行了，但是表看不见了。我拿出表，我看看我近视老多了是不是？哎呀，不行。哎呀，戴手表看不见了。哎呀，我看你我自己看过，是你给我看过的。你扶着我干不就行了？看了那近视都了，我看不见么是人的看了。你该上了吗？还给我看着时间。一二三。那、啊、你给我扶着怎么来？看不见，看不见。看不见，太近了，看不见，看不见。好，这就看见了。哎呀，你这是干啥了？我锻炼身体呀，你和我一起锻炼吧。啊？我就是不锻炼比你强。你不陪我？我不陪你。我看见你这动作可棒了。你不和我一起进步？哎呀。咋地说了，就是各地人也比你厉害。哎呀，头疼的不行了，哎呀。一分钟，热的我不行了，不行，我再上去不行，热的还冒汗了。看你蹦兮兮的这样，我这就蹦的不行，我这倒立练了多少年，我都不靠墙都立不住啊！那老公不用，人家就不练，人家都不靠墙都能立起来。来，立着一个，立着一个，可以给大家看一看了，快些，快些，来，不要靠墙啊，来，看看看老公练啊！啊，那老公人家就不靠墙，那都那立着。我练了多少年，以前练了多少年我都立不起了。看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跟起来了，看，哎呀哎呀，那就能立着，我就我就立不着，吃你回事了就。我吃你一天我也立不着，我就不立不开球啊。我看你那倒立都来出时间了，倒立的。哎，你都哈来了，不行的。我还以为你推了呀。我没拉推你呀。热的不行，我换了，把睡衣脱了，换了一个这个凉快点。今天是个12月12号了，上12，现在是个9:50了。我打算从今天开始，坚持连续锻炼20天，因为跳绳打算的跳绳减肥了。但是因为这个跳绳这个腿到现在也好不了，到现在都不能跳，跑步都不能跑，这个跑都不能跑，这个地方的这个里头的筋还疼了，还酸疼，不能跑，所以跳绳不适合我。思来想去，我觉得还是这个瑜伽比较适合我，但是瑜伽的动作我也是照猫画虎的练了，我也没有要求要练多少好，所以我从今天开始。我要坚持20天，每天从明天开始要每天早上5点多起来练瑜伽，因为那个瑜伽不是空腹，人家都是空腹练的效果好嘛。我一定要在剩下的到过年都不到，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一定要减不了5斤，我也得减2斤，也实在胖的不行了，这腰都没有了，我重新今天开始锻炼呀，你跟我一起锻炼呀吧。哦。来过来，首先靠墙蹲一分钟，从一分钟起步，来过来一起蹲来，信不信？不。一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先练。你从明天开始和我练。哦、你今天不和我练。练。行，老师明天说对了，我做上动作，你就去做上动作啊，哈。
我是做双动作，你也做双动作。啊，谢谢导，谢谢导。哎，你倒把我打乱了，我要练瑜伽了，你做啥呀？先不说了，来来来，先看下表，我先一分钟靠墙动，做三组，中间间隔休息一分钟。靠墙动完了，我就平板撑。哦，要开始锻炼，我要开始减肥。现在9:50，我啊，不行，嗨，开始了，啊棒。哎，跟我这个岁数的那啥美女们，你们能动多长时间？我现在起步一分钟，一分钟的估计也很困难。哎呀，现在腿已经开始酸了，开始发抖。给我开关表几点了？还有10秒，哎，好了，哎呀，一分钟完了，休息一分钟，再来两组啊。哎呀，这坚持到20秒，腿酸可以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！坚持，继续坚持。40秒。哎呀，行了，进来吧。哎呀，哎呀，腿都开了。哎呀，不敢再的锻炼。哎呀，摔伤了。同志们，看见了，我今天第一天就是在水平，我要坚持到20天以后，看看我是上游泳的哈。